双方的反应啊都非常快。来看看陈冠希对战小孩的预场比赛，我刚刚都以为能稳赢了小孩，没想到这里也是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一个失误。好了，我们来看这场对局，来自于小孩对战陈冠希的这场对局，加油吧！克里斯对战陈导的克里斯，谁能抢到先手谁就赢。又是一个抓头方向变换，小孩还可以喘息一下，完了，没了，不用看了。防御反击没有伤害，对啊，他刚才那个是飞机反击啊，他有一个伤害纠正的。这个游戏里面强打跟强反还有飞机反击，他是都是有一个伤害纠正的。刚才小孩那个就是飞机反击嘛，刚飞机嘛。这个作者为了让你多连，他就给游戏设定了这么一个系统啊，这样的话你可以再多连一会儿，你就看到数。这个原理就像那什么一样，就像你看现在那些手游页游啊，一刀五个九，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，跟一刀九十九没什么区别，就是看的眼视觉上有点冲击感是吧，看数字过瘾了，本质上还是那么回事，只不过让你多打几个循环。漂亮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